的预测大概是这样，直接冲了啦！啊！我的喵啥小啦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回来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又是这个最期待的 Skin Club 的环节。那 Skin Club 呢，就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网站。那大家可以在各大的 CS 赛场上看到它，然后它也提供了非常多的储值的方式，有信用卡、银联卡，甚至是加密货币 PayPal 的等等的储值方式。那大家可以来我们的 Skin Club 来小试手气。那再跟各位介绍一下，最近 CS 的 Major 打得如火如荼，那我们 Skin Club 也不例外，它也做出了一些活动。CS2 First Major Best Skins Are you ready to pick 'em? Skin Club starts a new season of predictions for the Major in Copenhagen. Are you good at CS? Prove it and become the best making the most accurate prediction and win a Dragon Lore. Be a part of Cybersport and watch the Major with Skin Club.那活动呢，最大奖呢，就我们的龙驹卓根肉啊，大家可以欢迎来这边参加预测，然后来领取我们的龙驹，就来做一下这个第二轮的预测吧。上一轮我的预测，我只能说很准，但也很不准啊，还行吧，就是只是0330这个没猜中，毕竟这个太难猜了，0330都是意想不到的。那我们今天就来预测一下我们的第二轮，哎，第二轮。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留言下面分享一下你的预测30或03，对不对？互相讨论一下。0-3的我自己认为，我会觉得是这个啦。我自己会选我们的 Pianin Gaming。你可以去看一下赛程来分析，但因为我觉得去年有那次教训之后呢，看了赛程打起来也不一定。啊，那我就是看一下每个队伍的实力，然后加上最近的近况，然后来稍微的给他排列一下而已。但如果是我以最近来看的话，近况好的这几队，甚至是实力比较好的这几队，那我自己30会选择他。那我不知道你们03跟30会选谁，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。7只会晋级的那就不用选了嘛，就是小蜜蜂已经是摆第一位嘛，对不对？贝斯应该也会啦，这个小组赛应该还是有机会的。我就想放 VP 感觉也还蛮有机会的，然后 G2 嘛，对不对？剩下三格，我想放 HR 虽然说经过一个大换血啊，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在啦，我放一下 C9 好了。那最后一个我们就放最后的名额留给这个好了。我的预测大概是这样，来预测有机会拿龙驹，再提醒一下大家，也可以在下面稍微讨论一下。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的开箱环节，最喜欢的开箱环节来了。OK， 那我们就启动。以我今天的运势，第一个先抽到这个的话，我会觉得你们先不要抄我的答案，就是你们可以去抄别人的了。就是我第一抽到一个蓝色，没关系，等一下还有升级环节。从此不可能再拿任何一把 AK， 谢谢。这个4美金，4块钱，冲！过去一点，这个有吗？哈，0.46啊，就跟偷这个一样啊，不偷。完蛋啦！不行，今天无法抽箱，我要去找人家 battle。我们有底气直接找人家 battle。3.75，来一个，加油，再来，完蛋啦！这个好一点的，啊。
点了。完了。哦，我的运气都跑去哪里了？两箱定胜负。完了，我还差一点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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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下还有这个升级环节。但是升级环节有一个重点啊，就是我们要先有物品库，要先有个东西才可以有办法给我们升级。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赢！来把大把的吧！他第一个就抽到那么好的，我怎么赢？完了，输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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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输烂了。抽到这些东西别灰心，我们呢可以用这个升级环节先慢慢的小升级上去。没问题没问题，小小的升级，继续升级继续升级。我们一开始先不贪心哦， 1.5 慢慢升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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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这个60%不可能不过的啦。哦，这62%稳的稳的稳的，看这个速度也是稳的稳稳的。碎啦！打稳一点，打稳一点，打稳一点。OK， 60%贴纸换贴纸，慢慢升。这个将来都会是你成为你停。嗯，这个都是可以将来成为你升级的好朋友啊！毕竟你看我这边还有留一些些比较便宜的，还是这边直接冲4%，敢不敢？反正这里才23块，直接冲了啦！有啊，这个速度。过去一点，为了安慰自己。啊，今天运气不太好。OK， 那再提醒一下大家，大家记得来参与这个我们 Skin Club 的这个预测活动。最大奖有龙驹可以拿，好不好？最大奖有龙驹，然后每个预测阶段他会送你一些小礼物、小箱子。大家记得来我们 Skin Club 做一个预测的活动，然后还会送你勋章，然后获得免费的武器箱哦。大家记得来预测，感谢你今天的收看，那我们下一次的 Skin Club 再见 ，OK， 拜拜。